杰伦今年一月晒出爱妻昆凌挺着孕肚的照片，透露昆凌已经怀孕，直呼这是最美好的礼物。六日，昆凌开心晒出夫妻俩用手捧着女儿小脚丫的照片，对外宣布自己已经顺利生下小女儿了。周杰伦也在同一天po出爱女的正脸照，吸引网友关注的目光。身格为三宝妈的昆凌，23日在 IG 现实动态分享育儿点滴，她晒出女儿在婴儿床睡觉的照片，配上文字：“看着好舒服，我都想一起躺进去了。”从她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，小女儿举高双手，躺在全白色系的婴儿床上，熟睡的可爱模样，真的是萌翻了。